金石酵母 B 群。啊，想睡觉。哦，没有精神。哦，不要烦我。哎呦，全身怪怪的，怎么样都提不起精神呢。你可能是欠缺营养素酵母和维生素 B 群哦。我们都知道人体需要很多营养素，这些营养素关系着我们的生活品质。根据研究，酵母就像营养素的激活开关，开关启动了，营养素吸收才会快速。维生素 B 群对着红血球的生长、视力、脑部和神经系统、消化系统、心血管系统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。如果饮食中欠缺这些营养素，都可能直接或间接造成身体的损伤，所以千万不要忘了补充酵母和维生素 B 群。本品的酵母 B 群包括酵母抽出物、人参萃取物、红花木素、牛磺酸、肌酸、葡萄糖酸、锌等丰富萃取物，其作用在于协助身体代谢营养素，可以将食物转换成我们所需的能量和各种营养素。如果您想要白天提神、晚上助眠、精神旺盛、青春永驻，就要天天补充酵母和维生素 B 群。金石酵母 B 群。